大家好，我叫艾米。哇，这是什么梗啊？干嘛？有被视频吓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怕的吗？这个简介我因为未闻。那觉得小五胆子大吗？会被吓到吗？他是傻的，不是大。对啊，这个太差了，这个一点都不吓人啊。就是他那个也动画也不是蛮吓人。干嘛？给我们钱？不是，你这个梗真的是，这怎么可能吓得到人吗？这个蛇还不如弄只那个蟑螂会好一点。蟑螂会有会动的蟑螂。蟑螂可能会恶心一点。哎，小五，我给你个东西，这图一句话给我讲一下。嗯，你是吧？这是把自己心爱的东西给你。哇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这么大一个蟑螂，我以为是真的呢。蟑螂，电动蟑螂，这能走吗？可以走啊，怎么能走？大家好，我叫艾米。不是，这些怎么回事啊？这些天就是，这个能吃吧？能吃能吃。我走了，这是啥？睡死我了！艾比，就是，就是你要演一演这个，不是要演一演这个感友友谊嘛，感情嘛？你要整我？我骗你，我是王八蛋。你就是王八蛋。我骗你，我王八蛋啊！你试试。你不骗我，你也是王八蛋。真的没有东西的，你拿着吧。反正我送完了，送完了，送完了。薯片嘛，薯片他不吃。不要吃！我操你妈！啊！这什么？你太失败了！你太失败了吧？干嘛？那啥？干嘛？我不要！小五是王八蛋！哎呀，你妈！哎呀，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"这就是街舞"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